兩位大字。呢度。好，兩位呢邊啊，兩位。唔知點樣影好啊？他們習慣我眼睛，就是會飄來飄去。他們也習慣我走路，因為我在家裡要練那個，就是一邊走路手腳方便。然後他們都覺得好像我在玩，好像是遊戲一樣。化妆的妈妈，是，因为就是在这个疫情之下，让